这车都在找阴凉爽，我们这个车。这也要晒太阳啊！晒太阳，暴晒呀！好游泳去。太阳比较好，下午温度就起来了。OK。水看着还挺好的。你要下水了？哦，怎么样？好凉啊！我带了一盒番茄。啊，多大点？多拿一点嘛。嗯，行啊，行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啥呀？这是太阳啊！到中间到了。试了一下水凉，没敢游，我还是接着泡温泉吧。哎，还是这个热的里面舒服，刚才把我心紧的难受哎。这个时候的太阳晒得正热，哎呀，但是游泳还是觉得凉哎，风有点大。比游泳池的冷水。哎，那个太冷了。到了晚饭的时间，准备做晚饭。房车上的晚饭，其实每一餐呢和家里头也都差不多。嗯，很少在外面做，晚上做个韭菜鸡蛋饼。不要吃那么多，别减肥。这是今天下午去游泳前发的面。已经发得很好了。形状不是很好看，切一下，这样形状不好哈。这是增肥的现在。好吃，好吃啊，适合早餐。晚上吃的不是增肥，今天白运动。我不吃了，我只喝粥。嗯。